大家好，今仔日呢，咱这个题目叫做“我在台语”，大家。子农以口，不容易守啦，台语的哦。今仔日吼，其实我是阮这个听我进程，捌捌过，讲台语袂，但是差不多四年前捌过一届，迄届才今仔一半无到一半，第人搁少啦，无到一半，啊。 即届就是圣诞真济，所以有时啊无想着，讲会讲过一个话，所以可见这四年够成长，就是讲关心这个议题人变较济。啊，这个言文语字其实是，这应该是借日本的，日本有这个言文语字的运动啊。但是咱这应该是借因为日本日语的迄个问题，甲咱台语的问题无完全共款，所以就是今仔讲起来解说，讲一下咱要用这个题目。 啊，过来就是讲，我这几年就是感觉就是讲，台语文一个好耍的所在就是，咱一般社会迄个理解是差足济。比如讲，有的人感觉台语是无音无理，有诶无理嘛，这种想法，甲即摆可能阁超过一半。就是咱社会上应该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阁是安尼想。啊，就是讲是要安怎样推搡啊？讲伊知影讲台语其实迄阵有问题，即个问题是，我嘛毋知这到底是要安怎处理。 因为其实有的学校嘛有咧教嘛吼，啊，佮有一挂人是讲，就算伊存看到字啊，伊嘛感觉迄毋是台语文，伊感觉只要罗马字迄个是英语就对啊，有种问题。啊，所以台语文的问题是本来有本来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讲，伫咧作为文学的文学上的迄个文字的使用，甲咱口语的使用是无啥共款。 我相信今仔伊就讲这可能讲的一半，就是讲，伊有本来困难的展出的困难，头一个困难就是讲，有的人是感觉无字，吼、哦、啊，其实是无字嘛，但是变哪互人知影。第二个困难就是讲，知影有字的人，伊嘛无认同这是一个台语的文字，这种人嘛足济，哦，伊感觉一定要用汉字写出来才算台语。啊，第三个展出的人就是讲，伊虽然知影有这个字啊，但是伊无想要用。 伊感觉讲无需要用，也是安怎？或者台语文的这个要推搡的过程中，有足侪困难。所以到现目前为止，咱社会上足侪人认为台语是无用的。这是咱即摆的困境。啊，再来就是讲，台语文搁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文学甲台语文学的问题。就是讲，足侪人会感觉，其实咱即摆一般讲台湾文学的时阵，咱其实想到是华文的。 台湾文学，因为差不多应该有90%以上啊，即摆台湾的作家90%、99%以上拢是用华文写，哦，台语文的作家其实一般的人无啥捌啦，虽然是可能是足好写，但是一般的人根本嘛无看过伊的作品，所以根本就毋知道即个是作家。即是，就是讲，所以目前即摆甲咱即个阶段，咱即个时间。 大家了解台语、台湾文学，大家拢是想去华文的文学。啊，但是写到这个台语文的问题，是因为伫咧日本时代的时阵，因为一个叫台湾会议的迄个一个讨论，迄个时阵，就是咧讲啊，台湾人要写文，写文章到底是用啥物字写？因为以前是用汉文写文，就是讲迄种七言的诗有无？因一开始是用。 汉文字写文字，但是汉字伊是伊是会使单写古文尔，你若要写一个较口语的物件的时阵，你也用汉文写台语的时阵写袂出来。当迄个时阵啊，当迄个时阵，因会感觉写袂出来，所以就是有一个困难度伫遐。但是因为时代已经改变啦，无人搁咧写讲古早迄种啥物七言古诗无，无人咧写迄种名啥物。 就是什么黄河以山啊，黄河入海流迄种的，伊阵无人咧写迄种物件，对啊，因为时代改变啦，所以来开始写一寡一般人看的物件，但是因着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讲，啊，你要用什么写？因为因其实因一般人想的教育是日语嘛，啊写日语的时阵，变作讲啊你爱写日语，啊，毋过日语是日本人的语言啊，啊咱台湾的文学是用日语写，敢会怪怪？哦，有的人就有这种疑问啦。 啊，有人讲啊，无咱写中文嘛吼，但是中文就是咱即摆叫国语对无？
国语伊个伊迄种文字的迄个文化是甲台语有点无共款，所以你读起来怪怪。比如讲，即个题目，小学讲伊毋是台语，是华文，你也用台语念，就算你念硬照迄汉字念出来，人嘛毋知你咧讲啥。所以我才讲伊是华文的原因是安尼。你也要甲讲做大家听，一定是你的讲话一定有小话无共款。哦，啊，因在迄个时阵拄到即个问题，结果就分做几落派啦。吼，其中一派是讲，啊，咱就是因为咱就是中华民族嘛。吼，伊迄个时阵做做有一寡读册人的想法就是，所以呢，咱就写国语文啊。哦，所以就一寡人就是安尼，伊就写国语文。但是因为台湾人其实迄个时阵比较讲华语，所以伊写出来国语文是足奇怪，就是其实你甲看，你会感觉，你也用华语念，有时嘛怪怪。哦，啊，有一挂人伊就写入语，因为感觉讲啊，上侪人看入语嘛。啊，台语文的，台语文就是今仔主题，就是讲，迄个时阵到底是偌侪人用写台语文？啊，到底是谁在推上这个运动，还是讲这个运动到底的结果是安怎？这就是待会咱讲起来讲的。啊，我其实我刚讲起来，我无讲解释啦，我是伫个网络办的，就是可能一年外哦，两单哦，我有只无啥记啊，但是就是伫个网络有时会，就是有时会这样回应嘛，就是两只互动了滴啊。啊，过程中，就是我才知影讲伊是迄个甲台湾有关的物件，但是我其实我阁无确定伊读啥，我是甲顶礼拜才问伊，就讲伊是读台湾文学哦。我本来想讲伊是甲美国是去读比较文学，结果伊是去美国读台湾文学哦。啊，但是问题是，迄是即摆即个西方的世界吼。其实我感觉不是打西方，其实连台湾嘛是有点仔安尼，就是讲，基本上台湾研究也是，甲台语有关的物件，伊嘛是，甲中国研究也是汉学吼，无法做完全脱离关系就对啦。啊，所以其实你去外国读册的时阵，要读一个叫做台湾 studies 嘛吼，是安尼叫，诶，这种学校足少的，啊，伊个。就是讲，目前为止，美国是呾两三间啊学校有尔，即个其中一间，吼、哦，即间伫 Texas 嘛吼 ，Texas 的迄个大学有一个 Taiwan Studies 即个学位，吼、哦、啊，澳洲我呾知影，就是英国有一个叫 SOAS， 就是咱叫阿辉学院，伫个伦敦吼，伊、哦、嘛有一个台湾。Studies， 但是因为这个 Taiwan Studies 伊本身阁有一点啊范围有怎啊宽，就是讲伊毋是呾台语文尔，伊主要是研究台湾，所以是做全部台湾物件拢会使研究。啊，这种现象就是不管是伫个外国，是伫个咱台湾，其实目前台湾研究无讲完全的独立，就甲咱个国家的情形是共款。哦，这是。所以有时啊，政治甲学术嘛是有一点关系。啊，咱今日就是请咱的迄个讲者开始甲伊讲一下，迄个伊今日要讲迄个每一题的问题。哦，来，咱大家甲欢声鼓励一下。啊，真多谢大家。我但先要讲哦，头家甲我骗。你甲我讲哦，你讲台语文的。差不多十通人尔，较早的经验是安尼啊，啊就无影咧，所以我即摆小可会紧张。我先自我小介一下，我叫做石木云，石头的石，木云的云，木云的木，民族的民。啊，拄只主持人有讲过，我是伫美国 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摕到博士学位。啊，我去年差不多十月时阵转来台湾。啊，其实我，那我即摆咧讲，我无感觉我家己有迄个才调，
讲台语的学问，互大家听。因为你若讲讲啊，无你朴素的文声啥，我会写1990年代台湾的女性运动的，这个台语有什么关系？就是讲哦，我自细汉哦，就是干阿一个人教我讲台语啊，就是阮阿嬷，啊，厝内阁有另外两个人会讲台语，阮爸爸甲阮妈妈因家己讲话讲台语，啊，教讲话讲华语安尼，啊，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有一个任务，就是陪阮阿嬷看电视。就是伊差不多五六点的时阵要看《油莲花》歌戏嘛，啊，另外一台可能是中视，是黄秀莲的歌戏，都爱转台嘛，啊，伊就袂晓转台啊，对无？我就对咧边啊，哦，啊，即马广告啊，《油莲花》只广告啊，就转中视，哦，啊，我就安尼陪阮阿嬷。看电视，啊，伊就袂晓讲华语嘛，伊一定甲我讲台语，我就渐渐啊会晓听，啊，渐渐会晓讲，啊，我嘛会偷听我爸爸妈妈讲话，伊就是讲我听无咧，我伫边我渐渐我听有啊，啊，即摆我来讲一个故事啦，就是讲，差不多我国中的时阵，有一天哦。阮全家坐客厅咧看电视，啊，我倒伫迄个碰椅面顶啊，啊，阮爸爸坐我后壁，啊，还一位是阮阿嬷咧坐，啊，妈妈甲弟弟坐边啊，啊，看来，阮阿嬷就讲，哎，莫明啊，你甲阿嬷讲迄个电视机要安怎切？你若甲我教会晓，我家己就会使切，你就毋免逐工伫遐陪我。无你大声甲我讲，即、這个电视机是要安怎拍开？吼、哦！啊，我就倒伫遐看电视啊，我想拢无想拢。阿嬷，就是迄面顶有 TV， 你入你家己入去，电视就开啊。啊，我讲煞，阮爸爸摇下，就甲我踢一下。阿嬷根本看不懂字 ，TV 迄粒是倒一粒，伊敢知？我是安尼讲这吼，就是讲我的题目是台语文的言文一致的迷思。啊，我毋是讲大家有这个 miss， 毋是哦，我是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咱会采观察到。啊，一挂算讲是 miss 的物件，哦，啊，先来打一个回答咧。我是安怎会开始去研究台语，去啊讲台语啊学台语，有两项代志。一项代志就是我去德州，进前差不多三个月。台湾发生一件足大诶代志，就是蒋伟文教授去抗议黄春明诶代志。啊，伫迄个时间点吼，我是敢若会晓讲台语，啊，你叫我写，我袂晓写。迄件代志发生了后，差不多三五天，我就感觉怪怪诶，因为新闻面顶。电视机面顶，所有人拢咧讨论讲是黄春明对，还是蒋伟文教授对，啊嘛有人咧骂讲，蒋伟文教授无礼貌，毋知影，就是安尼教歹囡仔大细就对啦，倒落感觉怪怪，啊这明明就是一个台语文的问题嘛，总是无人咧讨论。伫三五天内底，无人咧讨论台语文的问题。啊，我煞想着讲，哎呦，既然是台语文的问题，我着赶紧问讲，无你是晓写无？
我不要写，我嘛唔知道。我就感觉讲，安尼我爱来写，要安怎写？因为吼，我算讲是对高中二年开始用电脑迄个世代，所以讲我就开始伫网络面顶找安怎写台语，我就去找着教育部的台语书店，内底有台语的即个拼音方案。安尼，我就想讲无，我来学看卖。啊，可能我有伫，我有即款的经验，就是讲，我去美国，大新去美国读册的时阵，就是上大新的时阵，我咧拍中文，美国的电脑的那个 keyboard 面顶吼，无迄、那个。咱台湾的 keyboard 才有来打起去嘛，啊，伫美国无啊。啊，我是用就是注音输入的，面顶无我安怎？啊，迄阵我嘛无甲即个 keyboard 记起来，所以讲我就必须爱学即个通用拼音。我是安怎学通用拼音？我就那是我要去我，啊我知影通用拼音是安怎拼，我就我，我就有，我头一字可能是 W， 第二个就是我迄个音，后壁迄音可能是 O 嘛，我就有，啊我有这个经验，当我要学台语的输入的时阵，迄、那个拼音方案，我嘛安尼创啊，我就开始学，我就开始学，哦，我，啊，所以头一个音可能是，可能是，G 迄个音嘛，中迄个音可能有 U 嘛。我大概那甲别人安尼讲吼，那较捌我诶，也是阮爸爸会甲阮骂啦，讲你可能是，就是你诶头脑内底语言较厚，你会使安尼摇，别人可能无法度。总是我就是伫两工内底学会晓台语，我就开始写台语。这是头一个回答，第二个。伫我去美国的时阵，一直到差不多两年前，你叫我对遐侪人讲话，用全台语，我唔敢，我如果唔是唔敢，无法度啦。啊，是安怎？即摆小可会使，因为我伫美国拢去长老教会嘛，长老教会内底。就是遐个阿叔阿姨拢讲台语，我就甲因讲台语。因为讲伊讲就会晓嘛。啊，而且别人知影我就是我有一个大台度嘛。啊，因就足热心，要甲我介绍所有甲台度有关系的物件，包括台语嘛。啊，我伫一周。一冬了后，我倒来台湾结婚，啊，就带阮牵手，最近去德州，啊嘛去，嘛搁去教会安尼，啊教会遐个阿叔阿姨，就小可会紧张，因为阮牵手无咧讲台语，啊，迄个就是阿姨吼，都真细只，啊真就是。人讲妖怪加说伊迄款的心情去问阮牵手讲，咪咪啊，你是台湾人吗？啊，阮牵手讲是啊，哦，那，就是安尼，就是要讲都唔敢讲啊，最后吼是阮牵手甲问。伊问，伊就问，才问出来讲，
因一直咧烦恼讲奇怪，这路人都遐会呆到，敢会娶一个较歹听外省婆啊？敢会安尼呢？啊哈哈！啊，我牵手甲解释了后，有一个长老，长老教会长老就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就是因为你着自细汉无咧学，你才袂晓讲，其实是台湾人。无吼、哦，我着想讲，无面哪会去带一个规工自头到尾拢咧讲迄个低压话呢？哈哈！啊，这真好笑呢，因为伊竟然讲。阮牵手咧讲的话是低压话安尼，啊，就是伫长老教迄个环境。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嘛，最近吼、哦、基督徒的名声无介好。总是我会晓讲台语，会晓写台语，是真大的部分对，对上帝来的啦。啊。有真侪人是感觉上帝无存在嘛，啊，我是信上帝，相信这个世间无上帝的人，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讲，这个世间一切拢是超度看的，拢是注释下的，就是无一个规则，哦。物件会倒做伙，迄是臭毒坎只安尼。啊，对我来讲吼，即句话，伫咱讲逻辑面顶吼，小可讲袂通是安怎的？若是讲世间的一切，拢是咱讲随机臭毒坎。你讲这句话，我应该听无呢？大家想看卖，若是世间的一切拢是随机的啦。你讲一句话，世间的一切都是随机的。这句话逻辑上不通，为什么？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有一个对应。有无？有啊！伊对应到我的头脑内底，我知影你咧讲啥，对会起来。而且，你讲世间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有另外一个对应是，你会当写一句话落来，世间的一切都是随机的。若是讲世间的一切拢是臭毒坎的，无应该对应起来。这是我今日要讲，麻烦是，所以，好，言文一字，讲到，这是1860年代伫日本发生的代志，所以讲，咱讲言文一字，无影，这四个字，伫阮起头的时阵，应该是当作言文一字。哦，啊，咱用台语去读，叫做言文一字。伫这个1860年代，这个言文一字是咧讲啥？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文学以及语言的运动。伫这个明治的时阵，明治维新的时阵，迄个时阵。的文学，在写的物件，在用的迄个语言，是大部分的人无容易看有的，因为伫迄个时代，日本有学问的人，伊接受的教育，甲中国的文学足接近的，啊。因所写出来的物件，咱先跳一下，较先安尼啦。这是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阵，日本天皇
中战诏书谁做的呢？你看卖嘞，汉字，内底诶日语的文字真少。你若甲这，你若甲用电脑拍出来是安怎？安尼啦。咱用华语来读，正、生、世界、大事、帝国、现状，这里有一个见，非常错字，完全，强强要完全拢华语。你若是把翻译做中文，真好翻译，变做安尼。正身见世界大事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在迄个时阵，日本的文学都爱用这款语言。在迄阵日本的报纸，咱即卖咧读《自由时报》，还是《苹果日报》。迄、那个面顶的新闻，咱大家拢会使读，大家拢读有嘛？你若有去学校，你拢读有。总是伫这个麦吉的时代，迄个时代新闻纸面顶的文章，毋是讲大家人拢读有呢，伊较生做即款，大家。你若问你的阿公还是阿嬷，1945年，就是，咱讲育婴放送的时阵，8月15日中昼12点，台湾应该是11点，因为有时差。迄个时阵，日本天皇咧放送，恁阿公阿嬷可能会晓讲日语嘛，总是你甲问。日本天皇，天皇咧讲的话，因敢听有？听无啊？迄阵无一个台湾人听有啦。啊，我甲大家报告，迄阵的日本人，日本人敢听有？大部分的人也听无呢，因为伊是用这款的、这款的语言在讲、在写，言文一致。在做的代志，是有一挂作家、文学家，因在想讲，好，你安尼写的作品，大部分的人拢读无，爱用什么方法去写，写什么物件，大部分的人才听有，啊，毋着讲，毋着是用。咱所讲的话去写，那安尼写出来，有去学校的人，大部分容易看有嘛。这是言文一致的，简单解说是安尼。不过你甲想较深呢，当一个文学家，伊咧问讲。我都爱用什么款的语言的？这个台语有风格，这个是。我唔知。我要用什么风格的文字去写我的作品？我爱写什么？写什么主题？当伊咧安尼问的时阵，这是一个文学问题啊。这是一个爱使用什么文学语言的问题，所以讲，咱若安尼去了解，言文一致，讲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不是，伊毋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伊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我爱使用什么？文学语言去写我的作品，就是讲，那是换一个方式来讲，因在问的问题是，什么款的语言
会使当作文学语言。所以讲，伫迄个时代，我咧讲个，伫阮起头迄个时代，你咧日本的新闻纸面顶看到即款风格的报道，迄叫做大新闻。当然是用自己读大新闻。啊，迄款社会新闻，啥物人杀啥物人，啊，啥物人欠啥物人偌济钱，也是讲啥物人的某偷窃啊，即款的吼。迄度爱，迄度因都袂用安尼即款的文字写，为虾米咧？因为咱来看这面顶的字，错字有无？时局，皇祖皇宗遗范，这款风格的文字，都是无法度去写。啥物人杀啥物人，啥物人会某偷窃兄，迄款代志嘛。你若要写迄款代志，你若要报道迄款代志，你无法度使用这款的语言。所以讲，伫迄个时代新闻纸，若写我拄则讲的迄款代志，都爱用较接近咱口语的风格去写，迄叫做小新闻、小新闻。哦，这个小新闻的风格，愈来愈变作文学的风格。伫即马日记本子。日本的钱，迄个股票还是纸币安怎讲？纸票，纸票面顶5000块，5000块的纸票面顶，迄个像，是啊，迄个是纸哦。通口一页，一个女性的作家，啊，伊所写的，伊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差不多亲像偌好迄款人物啊，都是对伊开始，咱是讲啊，日本的现代文学开始出现，啊。这个通口一页，伊上出名的作品，两个，一个叫做水狗啊，差不多叫做水狗啊，另外一个就是，叉叉叉殉情记，差不多安尼啦。哎，叉叉叉殉情记，大家可能会想讲，这个讲者吼。那会一直讲啥物人去，啥物人会报去偷窃呀？即款话嘛，放伫贴下拜报来报，总是同口一页所写的迄个伊上出名的两篇文章，差不多拢是啥物人会报去偷窃呀？诶，故事为着要写迄款故事，伊的文学风格袂使用安尼，爱较接近口语。这是这个根本意识的背景，这是伫日本是安尼。啊，咱倒来看，伫1860年，伫日本发生遮个代志了后，咱爱有一个认识，就是讲这个。东亚的现代化，是咱若真足去看东亚的现代化，拢连做伙，日本、中国、韩国，遮个国家的现代化，拢连做伙。日本开始的物件，可能10冬、20冬了后，一定差不多一定会伫韩国甲中国发生。所以讲，
言文一词，这是予文学语言为较古早的时代进化到，咱讲这是一款现代化，伊变作现代的文学、现代的文字风格。这款代志伫中国嘛发生，当然伫台湾嘛发生。咱了解到，伫1910年代，中国有五四运动嘛？五四运动诶，这个口号就是“我手写我口”。咱一般在研究文学历史的人，甲言文一词，甲“我手写我口”差不多当作同款的物件。啊，我是真正是好耍啦，“我手写我口”。咱看到这五个字对，足自然的讲“我手写我口”，总是敢袂使用台语去念？会使嘛？拄则有一个老师讲，只容你手，不容你口。你若要用台语念，嘛是会使。我手写我口，同款，我手写我口。嘛是，你若是要用台语去念，嘛是会使。是安怎会安尼嘞？啊，用安尼念，有啥物意义？咱若是伫台湾的这个背景，台语文的背景，还是伫中国的背景来看言文一词的问题。咱讲华语言文一致。你是言要去甲文一致，还是文要去甲言一致？伫咱若讲言文一致，会发生这个问题。我邀请大家想看卖，若是讲我手写我口，敢袂有这个问题？我手写我口就明白了。就是讲，我写的物件爱接近我咧讲话的时阵使用的语言，对无？咱拄则讲言文一词，迄是日本的文学运动，总是这个言文一词，同款影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因。真侪民国中华民国起初的文人是去日本留学，哦，因可能会晓讲日语，因应该会晓讲日语，因看到这四个汉字，因可能会去讲言文一词，总是咱大家拢是捌汉字。这个文化圈内底啦，你看到这四字，你安怎念？你安怎读？对嘛？当然嘛，言文一致嘛。我，伫这所在，我是较大胆，我是用右的，胡适，陈独秀。还是鲁迅，因看到这四字的时阵，因怎么讲？可能伫大部分的时间，因是讲言文一致嘛，因是安尼去了解。对言文一致，伫推搡五四运动的人讲言文一致，迄可能私下我甲夏辅导去讲话，阮会讨论。言文一致的问题，我若要甲大部分的人讲，这什么意思？你会用我手写我口，就较明白。
总是对因来讲，因在理解念文语的时阵，会有这个问题，而且咱在思考台语文的时阵，嘛是有这个问题。好。搁再一摆，朕身见世界之大事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这款语言，看要用台语读，也是读会出来啊。在侵占世界之大势，有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诸葛汝忠良臣民。我要用台语去读嘛是会使，总是大家会感觉怪怪。你若去安尼读，你感觉怪怪，而且你我即摆无即个投影片。我用读的读给大家听，你敢知影我伫讲啥？唔知嘛，啊，毋过唔知就拄好甲听无天皇计讲啥，日本人就共款尔。我是安怎变安尼讲的？因为你听无的，你听无的问题是啥物？你听袂问题，咱论真，毋是伫即款量化，是伫即款的文字的风格，是你毋捌的，你无惯习。你去念念有，听听无，是因为你无惯习。总是伊伫咱讲语言的逻辑。啊是文化内底，伊真对啊，伊无啥物对啊。你用台语去念嘛是共款，拢无啥物对。我阁举一个例，这就是我最主要要讲。伫咱讲1910年代的时阵，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儒家下土道讲，差不多伫1930年代的时阵，台湾嘛有这个问题，这个就是1930年代黄石辉所写，伊讲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边，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口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立的意识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意识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只如船的大笔吧，好像生花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这几句话吼，一讲出来了，大家就开始小冤家啦。啊，我拄开始咧学台语文的时阵。李工曲基金会有出一个 T 恤，面顶写，上面顶写台语文用用罗马字，啊下骹有四撮文字，讲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嘴讲父母话，手写台语文嘛，对无？我对遮想着啥？大家想看卖，1930年代，黄石辉，伊咧写这個，你若叫伊读互你听，你感觉黄石辉用怎读？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干嘛呢？唔是呢，伊一定是安尼读，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
咱今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是台湾的经验，嘴你所讲的也是台湾语言，所以你迄支旅团的大饼，生花的彩饼，也应该去写台湾的问号了。黄石辉在写这段文字，应该是这篇文章的时阵，黄石辉头壳内底所想的是：咱无台语文，咱无台湾的文学，总是伫两千年，伫我这个会晓台会晓罗马字的人伫看，伊所写的就是台语文嘛，敢毋是咧？事实上，黄石辉迄篇文章，这是第一段尔啦。你若要规篇拢用台语来读，我甲大家报告，会使。黄石辉所写就是台语文，伊家己毋知影尔。黄石辉甲迄阵的人伫冤家，伫冤的是啥物咧？甲日本共款。什么款的语言会使当作文学的语言？对，向导拄则有讲，对真侪文学家来讲，若是我要伫我的文章内底讲阿撇，阿撇因小妹小妹去偷客兄。这款的文字袂使，这款的语言无法度当作文学的语言。因实际上伫玩的是这，就是讲，对一寡人来讲，我若是要创作文学，我的文字内底敢会使讲？敢袂使讲靠腰，还是讲敢袂使讲褪裤来？而且，迄当阵阁有一个问题，因若要写褪裤来，伊是要写啥物事？因毋知啊。我即摆知，因为其实我也毋知。我是安怎？我若要，我嘛要，若要伫我的文学作品内底写褪裤来，我写出来。因为安怎呢？我就用我的 iPad 面顶的输入法，我用罗马字去甲写出来，痛苦人伊会家己甲我找汉字。我讲这吼，就是讲，这即卖社会有足侪人咧吵讲，一定爱用罗马字啦，还是一定爱用汉字啦？这个台语文文章内底，若是有罗马字，就看起来就敢那火星文啊，对无？我时常在想讲，哪会咧差这个？你若是较喜爱罗马字，你就输入法内底设定面顶个罗马字优先，你就拍出来拢罗马字啊。啊，无你就汉字优先，你拍出来拢汉字。是你要谈，我想我就用谈的。你的我的迄个的我无啥介意要用汉字，啊是恁兜阮兜迄个兜迄个字，我无啥介意用汉字，因为迄算出来兜是啥物字，就是围兜兜的兜嘛。啊，我会了解啦，兜，恁兜阮兜这个兜。伫我起头的时阵，可能毋是台语啦，可能是平埔族的语言。啊，事实上，这个字，若要讲到底，可能无汉字，开始就无汉字。啊，你
你硬硬要甲用一个汉字，我用袂惯势，我就歹用，我就用重。哦。我是安怎要讲遮个代志？咱有一个想法，对黄石辉来讲，伊讲你嘴讲台湾话，手就写台语文。我来做一个调查咧，大家想讲语言甲文字是连做伙的，吼、哦，行一个手，语言甲文字连做伙是关是相关联的，连做伙，无、哦、啊，另外一个是语言甲文字无关联。安尼认为来举手一下，好，我伫美国咧读册时阵，去互问到这个问题啊，差不多90%的人拢是举讲语言甲文字是连做伙的，哦，大家拢安尼认为，啊，去读册。读册读愈济了后，我就愈来愈接近讲语言甲文字是无关联的。是安怎讲无关联？因为吼，咱搁用这个例，我即摆讲哦，恁是台湾人，恁头顶台湾天，脚踏台湾地。我讲这句话连起来的是啥物？就是讲，当我讲恁是台湾人，用这句话，恁是台湾人，甲我所讲的这句话完全连起来，敢是认定这个字？敢是认定这个字？完全连起来了，唔是。不是，是甚物？是你的头壳内底对这个声音的认识甲经验，你知影我讲恁是台湾人，我咧讲啥？哦，咱过来看，我无爱念，大家用看。当你看到遮个字，你感觉伊咧对应的，敢是你是台湾人？遮个音，毋是。三关联的是你的头壳内底，哦，遮个记号所代表的，这个意义。以及经验，美国在我电影内底看到，林肯这部电影内底，林肯总统伊咧讲吼，那是 A 等于 B 等于 C。根据一个定理 ，A 就等于 C， 哦，我即摆要用这个。你是台湾人，即句话既然甲迄个遐个字无连起来，哦，啊，这面顶个字在对应个，嘛甲你是台湾人，这几个音嘛无结连，咱就会使讲。语言甲文字事实上无啥物关联，这是我讲言文一致的 myth 的原因，因为即卖到即卖为止，咱伫外口，咱伫报纸还是杂志面顶看到在讨论。台语文的问题，拢有一个，咱讲
预设，伫迄讨论内底，大家人常常甲语言、甲文字连做伙，事实上就是无连做伙、无关联。咱咧讨论的对我来讲，一直是文字学、语言学甲文学的问题。最近这几年吼，故宫有一个商品足受着欢迎的，卖足好的，就是纸胶带。啊，面顶是雍正下的“朕知道了”，迄个商品卖足好个，对无？这是嘛是雍正伊咧伊咧批奏章个字啊。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免之。这是雍正写的，吼、哦、啊！大家想看卖嘞，这是对这个大臣的奏折的回应嘛？恁想看卖嘞？这个大臣头前所写的文字，敢是这款风格？敢是用这款语言写的？唔是嘛？一定是，我不要讲，我的文言文无好。总是，我来示范一下。前面的奏折会是这样吗？皇上啊，臣向您报告一下，山西上个月犯了大水，居民都没粮食吃了，大家饿肚子，饿的都要刨树皮了。敢是安尼写？一定不是，总是皇帝在回应的时阵，会使安尼讲。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这个皇上啊，我跟你报告，上个月山西犯大水，不是同样的风格。皇帝可以这样说。大家看到什么后宫《甄嬛传》，都有啥？哦，《如懿传》，内底人咧讲话哦，唔是咱咧讲的文言文嘛，因讲话甲咱足相像的嘛，因为迄个时代的人讲话。就是安尼讲话啊！那你若搁较头前，搁较头前800年宋朝的时阵，迄个时代的人讲话，甲咱嘛介绍上啊。因为咱讲，中国白话小说，你看，《水浒传》内底人讲话敢有叫文言文？无嘛。这个也是一个文字甲语言，就是无连做伙。迄个时代的人，你要写批予皇上，给皇帝，你就袂通，你就唔通用这款的文字去写嘛。对迄个时代的人，要写伫纸面顶，我咧美国读册时阵有一句话，我听起来足趣味的。When you want to commit something to paper， 你若是要甲一寡物件写伫纸面顶，伊用啥物字？英文内底常常用 commit， 即个字 ，commit， 咱讲。commit 是一个动词，你若把伊变作名词 commitment， 约束、约定，还是誓言、咒诅，
把文字放伫纸面顶，伫英文内底用旧纸，要素。即可能通世界拢同款，把文字要写伫纸面顶，写伫任何个表面面顶，变作文学，是真要紧个代志。对伊来讲，袂使用即款个语言个方式来写。原本伊是运动甲大语文，1930年代的大语文的论证，事实上，拢毋是语言的问题，是文学的问题。什么款的语言会使当作文学的语言？我敢有要用隔壁阿伯因阿公所讲的话来写伫我的文学内底？若是我要写，我要用什么文字去写，我写会出来无？因咧修真实际。最后我要讲，我拄则讲遮济，重点要甲大家讲，语言甲文学，语言甲文字，事实上无连做伙。大家拢真烦恼，讲台语就要消失去。啊，学校内底嘛有咧教，这叫做乡土语言教学了，嘛有咧教。啊，要教迄个时间变较长咧，家长会起困难。哦，对我来讲，这阁是一个语言甲文字无连做伙。你要安怎予台语无死去？对我来讲，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讲，甲你的时势讲，甲你的朋友讲，一直讲，一直讲。你敢一定爱教伊台语文？咱讲较歹听的，都这个社会已经有遐济人，就感觉台语就有话无字啊。遐济人感觉台语有话无字，吼、哦，黄石辉迄个时代的人。对因来讲，台语敢有字？对因来讲，台语嘛无字嘛。啊，迄阵的台语敢有死去？无，因为有咧讲，啊，黄石辉可能传三代，传到我，我30岁出国，30岁，迄个时阵开始学台语话。我的人生有1/4的时间，我的世界中间台语无字。啊，我即摆我会晓，我学会起来。迄个上基本的条件是，我会晓讲，我若会晓讲。我会说，我伫学迄个拼音方面的时阵，我就会使去用。啊，可能大家别人咧讲，啊，你可能较天才，毋是别人，大家人拢安尼。总是我两感觉拼音方面无强，比我较含慢的人，十刚刚学袂来，两个月刚学袂来。总是爱有迄个条件，伊也会晓讲啊。拄则有人讲到即个台语的未来，我
我毋是咧讲单方面老师因咧做诶代志无意义，我毋是安尼讲。总是，咱无需要大家人拢去做单方面老师，安尼足忝。有单方面老师最工课足忝，咱无需要安尼。咱著讲就好啊，开始去讲。你若有咧讲，台语就袂死。你敢知影？1930年代，因咧冤即个台语文的遮个代志，冤到最后发生啥物代志，你知无？1937年，日本伫台湾的殖民政府宣布，新闻纸内的面顶袂使有汉文。皇民化要开始啊，因为战争愈来愈不利。这个台湾文的这个冤家，冤到最后是火归化去，无啥结果啦。是这个汉文汉字，毋是啥物讲汉文。中文，也是讲会使用台语读的汉字，去用藏起来，去用排除伫新闻纸外口，发生这款代志，1930年代到二次大战结束，台语敢有死？嘛无死。台语是伫阮即个时代咧死，阮即个时代有遮个足济人，包括你讲叫基金会咧推散台语文，大家做足济代志，总是要是咧烦恼伊会死去，毋是讲无人咧做遮个代志，有是无人讲，伊才会死去。这是我的结论啦。开始讲，伊甲别人讲，我实在是足介意这个，因为。你若一直讲，一直讲，伊拢一直讲，咱所讲的话，最后会变作文学语言。你爱先讲，我咧最后我分享一个代志。我开始咧写台语文，写到即摆，我想要写诗，总是我毋是诗人。我较晏一个学者，所以讲我诗写袂出來，我的散文嘛写甲无啥好，我尽量用台语去写，我一直去写的原因，我来报，就是需要我这款人去写，我这款无介绍的去写。意象，最后，咱这个世代的落雨就会出现，咱这个世代的莎士比亚就会出现。总是，头前爱有我这款人去影响，台语本身也是同款，需要我，需要大家一直讲。一直讲，最后咱这个世代莎士比亚都出来，阮真重要，咱大家人真重要。开始讲，起火，最后咱的莎士比亚出来，好，多谢大家。安尼，咱即马。开始问问题，看什么人有兴趣。
恁忙起来了，行，来这边。哎、欸，就大家好，然后，哎、欸，拍摄台地我连的播的翻译，其实也不是问题，只是一个想法，想回应这样子。因为工作上在做一些人工智慧研究的关系，有读到维根斯坦的哲学。那维根斯坦的哲学在处理，他很多在处理语言的问题。那个就是对于文言一致的部分，就我刚才听到就讲着讲的东西，我想到了一个，也许不是我回应方式是这样子，就是如果用他的哲学观点来讲的话，会说就不管是我们发出来的这些声音，就我讲出来的这些话，还是我写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某一种符号这种东西的使用。好，那这些符号使用之所以可以称为是一个语言，是因为有人在使用这些符号。那并且有人在使用这个符号的时候，他还维持着他的文化跟他的生活方式。好，那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看就是大家想的就是到底要怎么书写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看法会变成是说，其实我们甚至可以把讲台语这件事情跟写台语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那分开来看的意思是说，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可以使用的语言，它最重要就是要讲，就像讲者说的，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继续说。好，但是接下来一个可以想的是说，因为把文字写下来，其实也是一种传达想法跟别人沟通，然后传播延续这个文化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的问题可能比较变成是说，我们要用怎么样的书写方式来帮助我们的这个文化可以传承下去，然后可以产生更多文化上的成果这样子。对，就只是一点小小的回应这样。好，谢谢。真感谢吼，就是讲者吼，我一个感觉就是讲吼，迄、那个讲台语的压力会使卖较大啦。吼、哦、啊，会使像我拄仔听听中嘛客气，啊食伤饱安尼吼，咱就是听啊嘛知影讲爱写安尼，吼啊我因为我是读新闻的吼，啊提供一个看法啦吼、哦，新闻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性质，一个 property 就是伊会当 replication， 伊会当一直有一个后一代嘛吼，啊一代变后一代来讲，咱拢知影讲有 DNA 嘛，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嘛吼，啊实际上。生命拄仔出现的时阵，是因为有 DNA 吗？不是嘛。生命会当一代传一代，其实来讲，不一定爱 DNA， 但是是起码有 DNA 这个物件出现的，这个生命的形式。我的意思是讲，对，文字伊确实是足强的，但是语言其实嘛是另外一种的方式，吼、哦、啊，所以分进合集。啊，伊整个系统起来，加更强而有力。当然，咱爱面对做些，比如讲英语啊、日语啊，哦，这是比较竞夺，可是友善的。哦，那汉语的话也还好，但是你若讲变国语的时阵，哇，迄就趣味啊啦，吼，就做些讨论啦。啊，但是我是支持这个观点，就是讲做些人在做些代志的，啊，但是一个人干一。刚来24点钟尔，所以上简单做个代志就是先去讲，啊鼓励用写，啊啊你则国家则用福利的政策还是补贴的，啊去鼓励文学奖，够用拢是安尼做的嘛 ？N 杠啊，字音字形啊，对无？小朋友啊，该细汉时提奖已经偌欢喜个，我就是安尼大汉嘛，哦、啊、所以一张安尼来安尼，哦、啊、多谢。一样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现在在讲说，就是这个台语它可以，被书写成文字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因为像我前面在自我介绍中提到说，有一些人的挑战是认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外来语。那当我们在创立这个文字赋予台语有文字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算不算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是这样。我对这个东西蛮有兴趣的。然后。我希望这个回答可以用中文，就是可以用所谓的华文，我想让这两位可以听懂，谢谢。
先杀一轮飞哈。我想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在说的其实不是母语，对我来说啦，我在说的是觉醒语。我的母语严格来说不是台语，我从小就是说现在这个语言，而且我好像说的蛮标准的。小时候别人都觉得我是外省人，我即使到现在别人都觉得我是外省人。回答你的问题，会不会有中国话的疑虑？去中国化的疑虑，首先哦，去中国化对我来说，它严谨的意义不是要把中国的东西排除，去中国化严谨的意义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的种种常规、种种规范，甚至是公权力里头，中国的因素不是核心，而且它不会压过其他的因素。这是去中国化的严谨意义。为什么这个是它的严谨意义呢？因为我们在中国国民党长期的独裁统治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这个。是中国的因素和中国的价值观强力的用政治力、用军事的力量压过其他的因素。我们只要不这样就好。就像那个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最常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华语，在一个如果我们先假设没有中国国民党的时候，那个专制独裁化，一个语言环境自然的发展，现在大家在使用的语言，严格上来说，我们很理想的理想是台语，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人在1945年的那个时间点是最多的。那在一个语言环境里面，你让语言去自然竞争，它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很多人会说台语。即使是在今天，你会发现，客家人很多人会讲台语，对不对？然后说台语的人大部分不会说客家语，为什么呢？因为台语是强势的语言，即使是在被打压的情况，还是一个有强势的条件的语言。那像我这种说台语的人。我不需要会去说客家话，但是说客家话的人，他有那个动力，他必须要去学会台语，那个是语言的自然竞争。那至于要就是我们把台语用汉字写，我其实会严格来说，我也不会去这样讲，就是说把台语用汉字写，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以中国为中心这个文化呢，它可以一直很强力的延续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秦始皇有点了不起的地方，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全国的文字，就是大部分地方的文字都是统一的。然后你要怎么念呢？那是你家的事。你只要写出来，我看得懂就好。我不管你怎么念，这又是一个语言和文字其实是分开的一个例子。好，那实际上台语是有没有字呢？当然有字啊，当然有字啊。台语当然有字啊，就是要不然那些像赖和他们受汉文教育的人，或者是。跟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黄俊雄，他就是可以出师表用台语念嘛，那不就是在告诉你台语有字吗？那个字就是我们可以用台语去念它，所以不见得是把台语用汉字写出来，
而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它是本来就存在的因素，我们要不要去用？我们大可以去用。对，然后至于，当然你会听到有一些说法说，我们应该要脱亚入欧啊，我们应该要全部用罗马字啊，种种的方案。对我来说都可以去主张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怎么决定呢？其实，我大胆一点的说，当然就是用一个自然环境的竞，一个语言竞争去决定嘛。我们不要再用政治力去强压它，哦，例如，怎么说就是。严格来说，吼，刚后面的老师有提到，就是去办，像国语，像以前国语文竞赛要去办自行啊、演讲比赛啊什么的，这个是好的。可是我想，就是在我听到国语文竞赛的时候，我其实是心里面会有那种不好的感觉，就是我当然。大家看到我可能也可以猜想，我就是从小参加国语文竞赛，然后每次都拿第一名的那个人嘛。可是我后来知道，他扼杀了我的母语，他扼杀了别人的母语。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用这一种形式去推动一个东西。创造最有利的环境，让它产生一个自然竞争的机制。这个好处呢，就是没有一个语言会真正死掉。自然竞争里头，不会有一个语言真正死掉，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如果自然竞争的话，我是客家人，我当然跟我的小孩说客家话。我如果是阿美族的，我当然就跟我的小孩说阿美族话。我们要创造的是那个自然的环境。然后我最后要说，就是关于那个中国话或者去中国话，我们大家一起勇敢的把它当成杂音吧。就是有人要说嘛，你就让他说啊。那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去说服他，我们去说服。你觉得可能比较会被说服的，像我就觉得各位可能是，就是都已经来，就可能是比较会被我说服的。那我的对象就是大家，这样。然后那一种听起来就很讨厌的，例如像互加盟那个，我们就勇敢的把它当成杂音，或者是勇敢在心里面觉得笨蛋。有人坐来问讲，台语敢有文字头先，头先是讲你是教授跟你回答啦。啊，佫有人坐来问讲，台语敢有文学性？因为你是文学的，台文学的教授，所以我想要请问教授个意见，就是有人问你台语敢有文学性，你要安怎回答？台语敢有文学性哦？大家想到我拄只在讲的时阵，我举一个例有无？我若要写小说，我敢会使写烫裤烂？我为什么会安尼举这个例呢？因为我写一篇论文内底，我咧讨论1970年代迄阵台湾的乡土文学。王真和，嫁妆一牛车哦，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作家，伊的小说内底就有烫裤男这三字啦。啊，你讲烫裤男有文学性无？我即摆伫静宜大学教文学理论，啊，我一直想要。甲先讲一件代志，就是讲，文学
到底是什么物件？文学是什么？我当然不是要问大家文学是什么，但是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这个人呢，从小是在国民党的那种教育体制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某种东西很高尚啊，我就是追求啊，所以我很喜欢听古典音乐。然后，我听古典音乐，我很认真哦，就是我从小是好学生。那个古典音乐的 CD 里面那个英文解说小册子，我是会去读的哦。我买一个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然后那个小册子，我就把它从头读到尾。里面我常读到一个词啦，the literature of piano。或是 the literature of piano music， 如果你要用字面翻，就是钢琴作品的文学，钢琴作品的文学。然后呢，大家如果有这边有一些大学生嘛，或者是研究生，你们在写那个论文的时候，第一个部分要写什么？文献回顾，有没有？文献回顾，当我在美国念书，我写论文的时候，文献回顾那个地方叫什么 ？Literature review， 也就是说，一个读，随便举个例，石油工程的人写一篇论文，他要写一个 literature review。那，石油论文有没有文学性啊？他怎么会用这个字呢？所以文学是什么？从这个脉络去讲的话，我们在讲的文学其实很特殊，因为我们产出的那个东西所用的媒介，对，我们产出的那个东西和它使用的媒介刚好是同一个。我举个例子。石油工程的 literature review， 它使用的是文字，对不对？它产出的是什么？它产出的是石油工程的知识。这个和文字的差距比较远。文学，我们说的狭义的文学，产出的是什么？我们是用文字生产出一堆文字。它的这个。就是它产出来的东西跟它使用的媒介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会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学啊？什么样才有文学性啊？我回到刚刚那个腾寇朗的文学性，是在于王贞和他有办法用一堆其他的字围绕在腾寇朗。旁边，然后当这些字组合起来的时候，你觉得，靠，王贞和的东西写的实在是让我很感动。这就是文学，台语当然有文学性。我在说的就是，我们一直去说台语，一直去学台语，最后，我们的莎士比亚就会出现，是因为，如果由我写，一个很厉害的人看到我写的东西。他可能会在小时候还不是很懂的时候，因为我写的东西对文学产生了一种幻想，然后呢，因为他很厉害，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会发现石牧民写的东西哪里好，哪里不好，厉害的人会这样，然后他最后就会变成莎士比亚，他就会变成那个，即使他写了一个腾寇朗，他有办法把它跟其他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让你觉得靠，他写真好，就是这样。就是台语当然有文学性，我们只是在期待那个有办法做出我刚刚说的那个诗的人。然后顺便告诉大家，台语当然有文学性啊，因为赖和写的诗基本上就全部都台语嘛。我是这样认为，赖和写的那些汉诗当然全部都台语啊，因为。奈何甚至是用客家话去念他的诗呢，所以
坐遐吼，我想着我，你即摆听你迄落演讲了吼，我想着一本迄落作品啊吼，萧丽红一百千1980年啊吼，千江流水千江关内底一段啦。因为我想到这啦，我唔知要用什么语言来念啦，我用华语来念。我因为我读的时阵，当初咧看吼，我是用华语。那你甲我解说一下，用你迄落个今仔日讲的，迄落伊个要讲的，要写，是毋是你其他迄落个莎士比亚这款的人啦吼？第二天，各家各户又忙着做节礼，因为初九是天公生。即佛道两家所敬拜的玉皇大帝，贞观到入晚才回家来睡，为了明日又得早起上台北，交12点过即属子时，也就算初九了。敬拜天公是要越早越好，因为彼时天地清明，贞观在睡梦里听得大街隐约传来鞭炮声。波波两响，天公生只放大炮，不点连珠炮，为的神有大小，礼有巨细。没多久，他又听见母亲起身梳洗，走至厅前上拜天地的响声，为己他弟弟亦跟着起来。啊，请问一下，你听到这款的书写吼，因为伊讲的是一个1950年、1960年左右的嘉义布袋一个渔村，伊遐生活习惯啦，伊遐讲的话，爱用这个方式来写出来。啊，若用你今仔日讲的言文的一字，啊，这是你想象内底的莎士比亚的迄种人，啊，是毋是？这本册吼，40年前写的啦，伊30岁的时阵写的，啊，即嘛还不咧卖哦，民间出版社，这算讲是。我那真侪人买的册，啊！你请问一下，你看法是安怎？是，这是你期待的其他的莎士比亚迄种的文章，还是毋是？嗯，你挖坑给我跳，你想要让我说啥？萧丽红写的不好？没有啦，萧丽红刚那一篇写的，他是写的是渔村，对不对？我们就会去问，刚刚那个文字的风格是一个渔村，例如在渔村生活的人会说话的风格吗？不是，不是的。可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萧丽红的写作，就是他写出来，他期待要看到的人是谁？他期待会让这一篇文章获得认可，或是？承认他有价值的人是谁？我非常相信萧丽红，这篇文章，严格来说，他就不是要写给他的主角那一种人看的。萧丽红他可能是要写给，他的设想的读者，可能是林文月，或者可能是王鼎钧。这些人会让萧丽红的文字，会觉得萧丽红的文字有价值，有文学的价值。我不是说所有的文学的机制都是这样，可是，在萧丽红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学机制也许比较接近，我说的这个情况。我承认，就是萧丽红是不是我期待的莎士比亚？当然不是，那是他是以前的作家。我期待的莎士比亚，我当然希望他是写台语文的、啊，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文学性的问题，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座有两位中国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一个短篇小说，是中国的作家汪曾祺写的。那篇小说叫《受戒》，那个《受戒》就是在写一个青少年，他去就是家里穷，然后学去跟人家当和尚，当和尚就是可能比较不愁吃穿嘛，所以他就去学当和尚，然后各种的
就是当和尚要做的事情啊，然后他看到那种学当和尚的人，当然你会有丑陋的一面啊，种种的，前面写了一大堆。当然汪曾祺的文字是好的，就是他那个精准的程度啦、啊、就是他写什么，然后还有画面这样子。可是受戒这篇文章对我来说，他真的超厉害的地方，就是我想要把它拿来举例子，就是那种一个作家在做的那种排比和复刻，他前面写了一堆那些东西，最后这个学当和尚的就是小男生跟他青梅竹马的小女生，在一片就是一片水塘，长满了芦苇的水塘上划船。那个小男生就是跟一边划船一边跟他青梅竹马的同伴聊说，我已经就算是我已经学成了，我就要去受戒了，受戒了我就要当和尚。小女生就说，你想当吗？我现在说的可能不准确，我的记忆当中，小女生说你想当，想啊，我要去当。然后他的青梅竹马说：“你当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安静了。安静了一阵子之后，小女生说：“我不要你当。”小男生：“好，那我不当。”他们的船就驶进了那个芦苇丛当中。那个这一个最后这个结局真的是让一个有点浪漫的人整个心弦颤动啊。他前面写了那个小男生去学了一大堆要当和尚要做的事情，看到那么多丑陋他还是要去当，他就是因为家里贫困。可是在一篇叫做《受戒》的文的小说里头，最后他的青梅竹马说：“我不要你当。”好，我不当。好，那一句“好，我不当”的那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前面那些，还有叫做《受戒》这个文字，你就会说：“哎呦，受什么戒啊？那个戒是谁呀？那个戒很可能是。”一个，你要问他，他爱他吗？他可能也回答不出来。但是就是一个在他身边小女生，说不要当，好，那我不当。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文学是这个啦。你有没有办法？你就其实就是在用文字去创造出，很具有力量的东西，就是文学。然后我们期待有人用台语文做这个事情，而且它一定会出现，它真的一定会出现的。嗯，各位乡音，哎，大家好，我想问一下蒋正，你刚提到语言间彼此的竞争跟就是削弱的问题。那这两年有一个就是相关的政策，是英文在中华民国的官方地位未来即将被调整。我想问你，对于这一个政策的，不管是短期或者长期，影响华语跟台语在整体台湾社会的就是使用，你觉得算是有注意吗？就是增加一个新的正式的官方语言，成为一个新的入场的竞争者。那以前可能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语言。但他现在被提升到跟华语一样，算是官方层级的官方。针对于台语，如果以台语的使用者的角度，这算是短期或长期来讲，到底是好事还是就是坏事？我当然能说是假的，没有用，他也不会注意我们学，他也不会帮助我们学台语。最重要的是。我根本觉得这个政策呵呵推行不起来了，这我们这么说吧，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都说台语，就是需要说台语的人都说台语的话，你觉得有办法让大家都开始说英语吗？即使我们大家有那个欲望，可能大家跟欲望比较高嘛，我认为是没有办法。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英语教育，英语教育到底有多重要？对我来说，我必须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回答，就是我也觉得它不重要，它没有那个赢在起跑点上这回事。我小学的时候，我小学三四年级就被我爸送去学英语。可是你真的要问我，我到国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学那个英语吗？老实说我不记得，我从头开始学，我就是不记得啊，因为小时候我只想玩嘛，然后那个 KK 音标我也学不好，所以我国一就从头开始。后来等到我要出国留学的时候，我跟我的高中同学联络，然后他就说，哎呀，你要出国留学了，好像要留学考试哎，你的托福啊，你的 GRE 考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成绩，他非常的惊讶，他说：“沈鸿明，你高中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你是一个英文好的人啊。我不是说我现在英文好啊，但是，一个就是推展英语教育，我真的告诉大家没有那么重要。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学它。然后当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你就会学好它。就是这样，跟台语一样，就是我有学台语的动力，就是那个很复杂，跟我是个台独，然后跟我对台湾的历史，然后我有那种产生的那种责任感。当我觉得我要去学台语的时候，就像我说的，我就是两天学会台罗拼音方案，然后我就开始写台语的。当然不是说我两天之后就会写得多好，但是那个会让那个就让我开始，就真的就开始写台语啦。然后后来写着，也会有老师说：“哎呦，你真的好像越写越好。”就是这样，你有那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去学它。然后英语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呦，你没有，如果没有从小学，我们出国讲话都会有口音啊，然后你就不是一个，不是没有办法说的像母语者一样啊，那不废话吗？所有不是英语母语者的英文都说的没有办法跟母语者一样，那又怎样呢？”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不是说我的英文很好啊，我英文也很破啊，我也没有办法很流畅。可是那些美国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好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必须要在大学部教中文，然后那些美国的大学生呢，考试的时候就要来说中文给我听了。你觉得他们说的好吗？他们说的超烂。他们真的说的超烂，大概跟我的英可能比我英文还要烂，真的超烂的。但是我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我就是知道，因为我是母语者，他讲的再烂，我都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就跟我们说英文一样，我们说的英文再烂，你去到说英文的地方，你讲给母语者听，他就是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的英文不用好到跟母语者一样。是没有意义的。那如果有人想要让英文变成我们的第二官方语言 ，OK 啦，那就让他去做嘛，做成就做啊。但是，这对我们学台语是没有用处的，它不会让我们台语讲得比较好。然后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坏处，他要去推这个就去推，然后我们反抗，就是我们觉得他没有用，那我们就说台语嘛，我们就不要说英语嘛。
教授吼，因为我有在做一项代志，就是甲手术吼，就是 rhetoric 用语，就是 terms 甲换作，我会当换作代理啊。但是代理都完全都无这方面的资料，但所以要做这件代志，你必须来看英语，或者是日本话，甚至是汉语吼，我记的资料才会当做。那要所以你对手术这方面，你的建议是安怎？就是有人若想要做手术，你有啥物建议？要安怎做？安尼扫落来，可能是未来。来立方面的需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本身实在讲，毋是一个语言学家，我较我文学史甲文学的学者。不过你所讲的代志吼，即马真济人在做。啊，用的方式是，迄个台语我袂晓讲，就是网络平台协助，就是用近代的力量来做这个代志，亲像爱台语这个网站，itaigi.tw， 啊，伊面顶都有足侪。伊是一个真大个资料库。你若讲，我想要找，害羞台语安怎讲？你就会使伫，你就在 Google 害羞台语，然后你就甲拍迄个爱台语迄、那个迄、那个网址，啊，你就会找到足侪资料。啊，嘛有人去贡献讲，即个话要安怎讲吼？啊，你所讲的真侪讲法，俗语，咱想要甲翻做台语，你找无讲法，对无？这真需要古早人的知识，吼，啊，甲即卖人的想象力啦，我捌。看到一篇文章是潘科文老师咧写，伊咧讲，咱伫百货公司吼，迄个升降梯迄款的，要安怎讲？因为手扶梯迄款的，咱讲电梯嘛，对无？啊，迄款升降梯，你要讲电梯嘛，怪怪的，因为伊都无一个梯的形，对无？啊，潘科文老师就。甲叫做安怎讲流龙对不对？啊，你若是用流龙去讲迄个升降梯，介新鲜嘛，真好啊！伊嘛变做一个新的事物对无？若较侪人知道，你以后你讲流龙，人无知道，因为咱即摆看无较早的流龙嘛无人在用迄嘛。啊，你即摆若讲流龙是？升降梯的概括，啊，就这款的物件会出现，就是真侪人伫贡献讲，啥物物件都爱安怎讲，所以嘛真侪人伫做啦。啊，咱就较常去用，网络面顶的资料，其实资料真侪，书店嘛真侪，有的书店即摆也袂电子化，啊，迄款就较无便，总是网络的资料真正是真多。安尼，今仔日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啊。啊，明仔载吼，即工商服务节就是明仔载下晡，而且吼，比较有一个台语绘本的迄个。讲座两点的时阵，你家乡基金会大家办的，啊，大家有兴趣会使来听。啊，但这进程你到底有咩结论？只有十五分钟。刚只有十五分钟。对啊，到十点二十。哦，安尼看够有问题无？因为我
我行完路以后，就搁超过，所以看你要讲啥，你家己知影。啊，无我就讲我的想法。啊好啊，我你想讲。无，因为我感觉吼，讲我今仔日一直我也是想着讲，其实足侪人拢讲台语讲袂使啊。啊，是安那会去发展台语文，除了文化问题，佫有一个问题是讲，因为有一挂人，伊就是为台语文问题。所以感觉台语是必定的语言啦。所以当初发展台语文的人，因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讲，既然日语会使写，中文会使写，所以台语袂使写。啊，当然以前的汉文时代的台语会使写落去，但是伊要写现代物件是无法度写。中文其实嘛是同款的道理啊。当中文伫咧一百年前，做侪物件嘛无法度写，因为无迄个词，嘛无，就是讲。咱即摆看到的中文，甲一百年前的中文是无同，因为迄个时阵足侪字拢无法写，所以因是安怎写？有时啊直接写用字。你啊看，像讲遐李玉堂的册，有时啊就直接写用字，因为迄个字感觉中文无同款。英特奈雄奈。对，像一寡物件吼，也是讲烟丝披离存的嘛吼，也是啥物，就是同款的道理。所以台语现在有字的原因是。足侪原因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既然语言足侪语言拢在写，咱台语嘛应该会在写，只是咱无去发展而已。所以这除了文学的问题以外，伊嘛有知识的问题。我补充一点，啊，你感觉有啥物特别？对我来讲吼，因为我是一个写台语文的人，其实。在我的世界裡面，台語文有文字，有文學作品，有文字的記錄，記錄對我來說是很重要。雖然說我一直跟大家說，要講，咱大聲要講，總是這個文字對我來說是很重要。我提供我的一個看法，就是說跟你三較有接近，就是讲，真侪人会用注音，也是用花文的字去写台语嘛。譬如讲，很慢的奶汁，哦，分头卖乱打，这款的用花语去写嘛，啊，嘛有人用注音去写。前几天啊，我阁有伫网络。看到讲一篇个咧流行，就是讲你用汉字吼加日文的希腊仔啦，甲倒做伙吼，啊你去念足成台语的，佮根本就是台语，安尼因感觉足方便的。对我来讲，我逐摆看到这個，我就起来了，因为你若用安尼，你用安遐的方法去写。可能稍看较好念，我毋知，我是无安尼感觉，不过可能较好念。不过对我来讲，迄都毋是摕来表达咱咧讲的语言的记号。哦，你就是用，那举一个，你就是摕电锅的说明书。来学交通规则这款的意思，对无？你着迄款的记号，毋是咧表达咱所讲的意思。啊，伊创作的时阵，创作的人咧想的嘛，毋是咧表达咱讲的意思。啊，你用迄款有介济限制的记号来表达，安尼，第一个无效，第二个失去着。咱在讲的语言的水，甲幼弱的物件，安尼无得啦。伊就是，你可能感觉足方便，不过你所失去，你也考虑失去的物件是无得，吼、哦。啊，我阁讲一个代志，就是讲，咱，我可能三个都是十一月选举进程。迄阵就是咧查婚姻平权，对不？
啊，我著家己去，因为我对这个代志做好，就是很有负担啦。啊，我著去拍一个影片，就是我伫甲大家邀票，就是讲大家叫大家爱来支持婚姻平权。哦，啊，我著拍两个版本，一个讲华语，哦，啊，一个讲台语，啊。替我录影的这个人是我的研究所的朋友，啊，事实上伊无看、无听、无看过我当面讲台语，哦，啊，伊拍了就甲我讲讲，我觉得你讲华语的时候跟讲台语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你气质完全不一样，啊，今日头家吼，头家伊都，头家因即卖面顶遮个服务人员吼，因规礼拜拢爱讲台语啊，哦，啊，头家就甲我讲，我遮个员工吼，足奇怪，有一个人一直讲台语，就变做一个乌巴桑，哦，可能原本是。生做最水的啊，就是少女迄款的啊，讲台语变做乌鸦嗓。还有一个人哦，嘛是一个女性，生理女，不过伊一个讲台语又变做一个罗曼啦。头家安尼讲，啊，伊是咧抱怨，不过我听起来我会感觉，安尼也袂歹啊，对无？就是咱大家人就是，若是有一种、两种，也是搁较侪种的模样，安尼敢无好，安尼袂歹啊。就是一个笑怒啊，讲台语就马上变做一个罗马，安尼足新鲜个，袂歹啊。我是要讲吼，讲台语有这个效果，就是。你伫讲无共、无相像的语言，吼、哦，啊，伫讲的时阵，你头壳内底去用的、去输赢的嘛是无相像的经验。所以讲，你讲出来的时阵，啊，也是你伫台语的环境内底，你会显出无共款的模样，这是你的性命。变较丰富，而且你嘛是咧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思考，啊，思考的方式也变较侪个，咱可能会得到的结果嘛较侪嘛，对无？所以讲，英文吼，英文内底即款个叫做 silver lining 就是讲，就是，伫真侪无好诶代志中间，咱有法度去甲找到一个好康诶，伊叫做 silver lining。啊，咱即卖面对诶是台语较早去互压迫，哦，所以咱即卖足侪人台语讲无变动，比较有人。有一个笑怒讲台语的，马上变作一个罗马。啊，对我来讲，这个 silver lining 就是讲，这让咱的生活经验较丰富。啊，可能嘛开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笑怒有可能以后会去学到较文雅、较雅气的台语。安尼，伊就佫加一个模样对无？因为伊迄款罗马的形，伊袂放袂去。伊迄款的语言已经把握着啊。啊，伊若去学着较硬气的，伊就可能佫一个真文雅的笑露的形。这实在是袂歹啦，吼、哦。今天就到这。
哦，啊，有当时问题，咱直接找你了，讲者吼，好，多谢。